导演那个，好 ，OK， 好，对对对，来，太棒了，太棒了，来，哇，又哪次风啊？看我这边，来这边，这边。男生在上面吃饭，好久，他刚刚瞬间不见了。那我要不要拍一张？我没有这个。没问题，没问题。可以，谢谢，谢谢。狗呢？那够多的。那我们现在慢慢的往里面走，因为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也会讲一下，可以介绍一下，里面还要再拍。我专心拍着不能讲话，但是我稍微讲一下，好，来，谢谢大家，嗨，还有女主角，今天其实非常荣幸，因为我们局长其实本来自己要亲自来的，因为他还有其他的行程，所以没有办法过来。但是他跟我讲说，一定要来欣赏这部片子。他说这部片子说实话，这是一个，这个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我们现代最夯的一个议题。所以我们无论是年纪大的、年纪轻的，或者说你现在正身临其境的，你都必须要看。那看完之后应该要有一些新的一些想法。那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导演，也感谢阿嬷很棒的女主角，还有各位的男女主角，谢谢大家，也祝大家中秋愉快。虽然过了一天还算中秋，今天月亮还是很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主编，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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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跟导演也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他拍这部电影的整个的历经的过程。因为我刚刚也在跟他聊，我说这个电影最容易跟最难的在哪里？他想容易的地方他没有想到，然后所以说应该是蛮困难的。那到底怎么困难？我们映后的时候来看这个影片，来这个座谈。好 ，OK， 那我们就谢谢阿嬷，谢谢导演，然后我们掌声鼓励，谢谢他一声，然后我们就马上开始欣赏。好，谢谢，是桃园的导演，然后拍桃园的乡亲故事，然后又拍这么有意义的一议题，然后又用这么特别的方式来拍，我真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电影哦。那刚刚我们在前面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然后我看到奶奶的时候啊，她比我想象中看起来年轻，然后看到我的时候就一直跟我谢谢，一直跟我谢谢，然后我现在搞懂了，她以为我有演僵尸，真的。好，那我们掌声欢迎一下奶奶，还有导演啊。可以讲一下说你看完，你自己在那边跟大家看完电影的感觉。其实我这次真的是第一次跟观众一起看，还有跟家人，其实他们没看过，我还第一次看。第一次看，对对对。蓝武士，黑武士，对对对，有我们今天的黑战士、蓝战士、红战士、粉红战士都出动了，对对对，感谢。我很高兴这部片世界首映献给家乡桃园，就是献给家乡桃园，里面有演僵尸。就是我觉得桃园实在是太酷的地方了，就是我们有客家人嘛，闽南人，然后新住民、原住民，就是我们从小就有这么多族群在这边，所以我觉得我们彼此的包容性、共融性很高，所以就大家一起演僵尸，居然是很开心，然后一起报名、一起玩的很疯狂。其实这样想一想，我觉得桃园真是一个很酷的地方。是是。然后我很开心，因为大家阿里阿斗呢。
拿到演第二集啊、哦！有人预约了，对，就是因为我其实，在台北工作十几年，从事影视，然后我的青春都奉献给影视，就是台北这样。是。然后我觉得我想为家乡做一些事情，对，所以跟家人开始启动到社区，其实这，谢谢，就是空间，这中间经历了非常多事情，还有很多年，就是停停拍拍，我的资金不足、啊。我打伊拉西有呢，怎么办？有人可以翻译吗？可以翻译。奶奶说下次再来。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很开心，交易天马行空，我们10月13号正式上戏院，这一路就是拍摄4年，然后剪接发行，总共6年才走上大戏院。是哇，总共6年时间。对对对，是。我觉得记忆这一段的过程真的我看得非常感动，我刚刚旁边上这样子就一直站着把它看完，我觉得哇真的是太棒了，真的非常非常谢谢。那可不可以也请一下那个战士们吗？我觉得先问你，对，有没有什么要跟观众说的分享啊？你要分享给他们什么？观众大家好啊，对对，观众大家好哦，谢谢哦，谢谢哦。阿嬷觉得中立一朵花是不是？讲一下，中立一朵花，不要讲啊！我们一直说叫他讲，他不好意思。阿嬷觉得，阿嬷觉得女主角演的好不好？哎，你演的好不好？哎，你刚才演的好不好？对吗？你荧幕上你演的好不好？大家看过了，好不好啊？哇！原来要交给大家讲。阿妈看到那个女主角的海报了，哇！女主角，她说：“哇，这个女主角是谁？”我觉得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嗯，那可以请我们的大舅洪战士。大舅，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长官有没有莅临这个一个观赏了。但我希望就是说哈，就透过我外甥女拍摄的这些纪录片里面啊，能够拓展到这个社会的层面更深化一点，因为毕竟就是说失智老人这个问题啊，的确是有牵涉到这个子女嘛，而且牵涉到长照，所以这个层面升华上去拓展出去的话，相信会使我们的社会或我们的国家会更好。来，谢谢。好，蓝战士，各位大家，下午好。我也是第一次才看到这个纪录片哈，甚至里面有很多让我感觉到很意外啊，然后又很丢脸的画面。啊，但是我们徐导演呢？原来就是用这么卑鄙的手法让我们丢脸啊，然后完成这么有意义的一部影片哈，这真的也算是我们中立，我们桃园这边，在文化方面，还有这个主题有关于失智症的这个主题的一个影片哈，也真的是发人省思啊哈啊。希望各位能够帮我们多多宣传，10月13号上映，哎，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上映哈，哎，谢谢大家，麻烦大家，拜托大家，谢谢，谢谢，谢谢，王战士很抓重点。我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演那个黑战士哈，我会加入这部影片的演出哈，最主要是我以前在狮子关怀学院那边呢，演那个。话剧队了哈，自贡话剧队演话剧嘛，我是演失智的老人嘛哈，那透过这个失智协会的引介哈，而认识子柔这个演员哈，不演导演了哈，大导演现在变大导演了哈，所以说我们就加入他们的行列哈，也希望大家哈多多能够支持啊这部影片哈，能让大家能够。接受哈，皆大欢喜，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我们掌握一下时间，所以我想，我们就开始问，开放一下，问大家什么？我想大家应该很多话想说啊。那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一下导演，或者问在场的每一位？有没有问题要问？有没有想到什么好奇的？或者想说什么？有没有？我问一下好了。好来。请问阿龟。
好好，这要给一下。那在失智以后啦，就是说轻微失智以后，因为我带妈妈在长庚失智那边，失智科看了十几年，因为发现得早的话，我想实在话，用药物控制的话，这会减缓的。所以说一路走来有没有？我从把她的外号从美女开始，因为以前我们家族哈叫她美女。美女哈，过了几年以后有没有？过了几年有，我就叫她什么？叫她钟小姐。因为这大家都说啊，她最年轻嘛，叫她这个从美女哈升级为小姐。是是是。小姐过来的话哈，过来的话就是说哈，因为年岁大了嘛，年岁大以后，那我就想说，龟是代表长寿嘛，那所以说我也跟我儿子啦、女儿啦，还有外孙女讲，不如的话我们叫他龟。那表示就长寿的意思，所以这个是向你报告一下，谢谢。对的，就是我大舅啊跟奶奶相处，在纪录片里面都是很诚实的表达，就是很风趣、很幽默，使得我们家人跟奶奶相处也很好玩，所以很多方式都可以用很创意的方式跟他相处，也是这样子。失智症的相处，其实我觉得要看到他有的能力，对。然后我觉得市面上很多纪录片在讲病患，都会有一个比较挑选比较重症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刻板的印象，或者是他比较吸引的目光，然后比较吸睛煽情。但是轻症维持得很好的例子，世界上就是有。那我觉得我要把它拍出来，就是让大家觉得，失智症好，我们勇敢认识他，然后去就医诊断，然后我们可以用很棒的方式持续陪伴他，就是有这个方式，轻症维持很成功，对。所以但是一路上其实被失智症的议题，其实这个很难翻转，所以我说我要拍一部邀阿公阿嬷拍 B 级僵尸片，是跟我失智症奶奶跟社区行演。其实我在很多地方去拿补助提案，是会被前辈们很质疑的，他会觉得你怎么去演，第一个怎么演戏，第二个你要动员谁啊？我背后没有任何基金会的赞助，是我自己的钱，所以他觉得你没有一个有力的团队给你钱去拍，你到底要怎么办？所以我其实这部分很难去说明跟去拿资金补助，但是也就是因为没有人补助我的影片可以这么自由，我去找社区凝结了很多团队，展现歌友会那个可爱的团体，就是因为这些在地的社区营造在桃园做了十年这么厉害，不是他们把长辈带出来，我也不可能拍到这么好的他们，所以我很感谢桃园这个地方，我觉得我是感觉帮他们做一个成果而已，因为他们是这么如此的好，才能让我拍摄这样子。我觉得你真的很有心。那我第一次看到这题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觉得这题材会卖钱，恭喜啊，先恭喜你。请大家宣传啊！我要提醒一个，因为我一直忘记，就是我们邀阿公阿嬷拍 B 级战士，拍 B 级僵尸片，对不起，我们完成一个剧，里面的剧中剧叫做《记忆战队》，好，我已经放在 YouTube 上面了，所以大家回家可以给家人一起看。我想要把这个片子送给全世界，里面有在讲失智症的征兆前兆，就是要好好去认识它，就是所以大家回到家可以帮我们在粉丝团按赞，然后去看一下记忆战队，是，对对对，大家要去按赞。然后我刚才看到的时候发现唯一支持你的地方，支持你拍摄的是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啊，没错没错。那我非常好奇，就是给这部电影钱的人，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好哎好哎好哎，感谢好主秘主秘来这边。看到他是开心还是后悔了？其实也是因为我后来有桃园的资金，我才找到僵尸跟战士。我们主任文化局主任秘书啊，你好你好。其实这部片子这样可以哈？这部片子我觉得一般人听到失智症其实是比较悲伤的，但是这部片子让我觉得是很欢欣的，但是它是用欢欣里面其实还是有点淡淡的悲愁，但是我觉得这一家子人还有这个社区还有这个桃园这一部分，我觉得它诠释的真的是就是自由很自在的流畅出来一些很欢欣一种家庭的爱，社区的爱，我觉得这是真的很难得，尤其大舅舅可以一路这样子陪伴陪妈妈这样子看诊十几年，因为我自己家里面我父亲今年年初才过世，我父亲是103岁今年才过世，我妈妈也是93岁，其实我会觉得说
这是我们这一代所有的人都将面临的事情。那我真的很高兴导演这部分他能够把他这样子很真心而且不扭捏的很自然的把它表述出来。那这部分呢，我刚刚还在问我们同仁说，哎，我们其他局处室其实，各局处室其实业务多多少少都会牵涉到这一块，像社会局啊、卫生局啊，所有各局处室。所以我觉得说，我回去会把这个讯息转达给我们局长，希望各局处室都能够利用包场的方式来推这个。还有刚刚导演又提到，还有一部分放到 YouTube 上面，那这一部分我觉得是一个很无私的奉献出来，让大家所有的家庭，我现在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怎么会常常碰到有些人会失智？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还碰到，搞不好我现在也有点失智。慢慢慢慢，它其实是慢慢慢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我慢慢慢慢，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那所以我觉得导演真的是很有心这一块。那我也希望说导演也把这份讯息转达给这边，也跟我们有一个系统的，让我们能够做行销出去。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主命，谢谢。这次有桃园文化局的支持，我觉得对导演来说，这个力量不小啊。但是我刚刚有私下有问导演是说还希望能够再多补助一点。不过主秘说的是，就是我觉得认识失智症是每个人责任。我想要让年龄层下降，不是觉得只有退休长辈才需要了解失智症，是年轻人有责任观察家中长辈的状况。其实当年就是大就小就他们发现嘛，所以我觉得高中生、国中生就要知道失智症，要认识，因为日本从国小就开始教育了，是是是，他们高龄化社会比我们早嘛，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要让大家用比较有趣的方式，但是可以让他直接吸收到失智症这样子。是是，对。我在前几年看过一部法国片《拉姆爱慕爱恋》，这部片子他是在也是在讲这个失智，他是突然发现他太太失智。对。啊，那两位一个是钢琴家，那个都住在巴黎，非常那个社会地位都很高，突然发现到最后是一个悲剧收场。但是我会觉得说，还是要回复到那个导演把这部片子整个流畅性啊，整个的铺陈，我觉得是一个很欢欣的，对，让我们可以很勇敢，对，去面对它，去正视它，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真的很棒。这个电影的带来的能量会非常惊人，是，对，所以非常在这边非常谢谢导演。我们社会是需要这样子很正能量去面对这种你无法闪脱的一些议题，这些事实，就像大球球刚刚说的，应该把它提升到是某个城市，但是其实也是把它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面向，是是是，这样子。谢谢主秘，谢谢。我讲太多了。不会，我们时间还有吗？还够吗？那还可以哦。那大家有没有问题？连主秘都那么有感觉，各位有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分享一下，有一位耶，感谢，请说。片对，因为我在四年前就开始拍，就前面那20分钟的讲，我们被邀请，我就是帮奶奶拍客家板条，居然很神奇的上了电台，然后上了失智症关怀协会的表演这样子啊，要做吗？先休息一下，好。对，那妈坐一下啊。就是失智症关怀协会表演，我们站上舞台。那个时候四年前我就开始用摄影机记录，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家庭跟奶奶一起表演，太酷了。然后我们不在意他表演的有没有很成功，我们就觉得好，我们就一起完成这趟旅程。可是那时候我拍了啊，要写企划书去投补助，都没人要理我，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是什么。然后我那时候取的片名也很直白，叫做《平凡家族舞台闯荡曲》，好饶舌。然后就一直摆着，因为有钱嘛，我也要工作，所以是偶尔看一看素材，然后偶尔剪一剪，然后又去赚生活费的生活，然后一直延宕很久，直到桃园市那个文化局有申请到补助之后，然后在那之前，我看到一个日本摄影师叫浅田正治，他帮家族拍了很多全家福照，然后也是跟我们家一样，是扮演什么黑道老大，然后有一个就是金刚战士，然后坐在地板上吃汉堡。
我就觉得哎、欸，好好邋遢哦，好像我们家日常好好玩哦。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想要做一个台湾的金刚战士，所以是纪录片之后，一直想要拍金刚战士，可是又没有钱，然后又停住，因为前面那个试装嘛就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又没有钱就卡住，就是要一个大剧组。所以真的后来隔两年申请到钱，我才开始陆陆续续赶快召集演员，这一切的过程。对，所以那个剧中剧是在演员甄选之后把剧本才写出来的，因为我们有上演员课，我看每个演员的状态，就比如说我们的黑战士王胜德大哥，他本人就非常喜欢自拍，所以在剧中剧里面我就安排他自拍，非常的有气势。然后这个贤哥就很会唱歌又会跳舞，所以他在剧中剧，等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他本人就是爱跳舞的。对，所以是后来有一个轴心在讨论失智症是比较能吸收的方式，然后感觉是一个刺激的剧情片，可是有埋藏失智症的征兆，然后再结合比较流行的丧尸，好把它拍出来。对，大概是这样子。对，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啊？有。有什么可以分享一下？说来，还有你有什么感觉啊？真的没有，我觉得很有趣，真的。来，请说。我只想回馈一下，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部片让我看了内心很感动，就是这样用这种方式来陪伴家人。然后我觉得我感受到不只是失智症的这一方面，还有你们家族成为彼此的支持的这个力量。然后我想要请问一下导演，请问你下一步的制作会是什么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构想？他已经想演了。我跟你讲，我到处讲之后啊，然后就是有一些人说，哎、欸，那你下一部片有没有想要演？他也想演僵尸，因为桃园人钟丽很想演僵尸，也太酷了吧？对，然后今天郑奶奶有来坐一排，挥手一下，然后一个秦奶奶，请挥手一下，然后送个对我们的演员，对。就是那个郑奶奶，我之前在剧里面不是说啊，你干嘛找我啦？哈，她之后就一直问我，我只要骑车经过她家，就说，哎、欸，你什么时候要再拍？或者她看到我妈散步说，哎、欸，你女儿什么时候拍？我们很期待，我们准备好了。就是我如果有资金，我绝对会再把他们聚合在一起，因为我发现他们非常有自信，可以跟我一起完成。赶快听到了。会努力，会努力，对。非常谢谢你。哦，还有一位。很感动，我觉得很想要跟就是之后导演对话一下，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算纪录片剧组工作者，然后对，然后我也知道说在我们在片场是一回事，那我也会觉得说，你与其去做那种追求艺术性，台湾的纪录片圈啊，就是会有一点点，我能理解你前面讲那些投文化，然后投不住被刷掉，或者是会被人家评审认为这部片子不够有。但是我因为我本身念社会教育的，然后我认为社区时间是一件非常非常。好，是你在大学的时候也有去待过的那种长照比C 级的长照单位。对不起，我讲话有点那个牙套会卡卡的。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部片非常的感动，能看到像子柔导演，就是因为我知道说在社区你要凝聚一个社区样，你还去参加那个运动会，罗密欧那时候好笑，我觉得很能感动。过生死不要再跑步了，就是、好累啊！好社区你要源自于参与这件事情，对，然后你才能够慢慢的凝聚整个力量。然后我也知道说，哎、欸，你跑剧组有很多很多片场的细节要处理，可是哎、欸，同时你要照顾这边的一群可能长辈或是社区的大哥大姐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部片子非常的棒。然后我今天有带我妈妈还有带我姐姐来看。对，因为我阿公前年过世也是失智症，就是有蛮长一段时间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部片子，台湾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片子，就是有社区实践力的，然后大家看了会有共鸣的，不会有太多距离感的，就是这么棒的作品。谢谢子柔导演，给大家很好的作品。非常谢谢你的那个分享。我觉得你刚刚讲，我自己也觉得很感动，而且我觉得导演选了一个很在地的故事，但是这个议题是很国际的。然后又有很世代的演出，我觉得这个其实从小见大，所以我觉得这个题材真的非常选得非常非常好，真的。因为我之前其实，在大学毕业有做社区营造，我在地方的文化馆是一个私人美术馆，所以我也是自己要到处去跑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我很看得到在地的青年的做社区的很辛苦，他们都非常的奉献这样。但是我觉得这几年来。
比较多会是希望社区有一个经济产物，也就是他做一个东西产品。但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有时候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这种互动，我们社区的比如说活动啊，就是社区的情感共感这种活动一起连接，我觉得它价值更高。就是嘎豆你无法去想象它的造成一个家庭可以走出来啊，或者跟大家连接，对，我觉得很棒。所以我觉得不一定只有产品这件事情才能让我们觉得社区有做什么，有创造什么，而且我觉得关键是人这样子。真的真的。耶、yeah, ，我们的恒晴姐。OK， 来，请分享一下。子恩导演你好，我是在剧。可能先让别的，因为这个 idea 真的太棒，说实话，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很多国际的国家也会对这个题材会有感兴趣。对，我觉得用一个非常不同层面来呈现这样的东西，让我们有更有勇气来面对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一点是，10月13号要上。没错没错。所以今天在座的都是我们这部电影的宣传的力量啊、哦，所以回去。待会我们最佳女主角一定跟你拍照，对，努力的帮她贴，要贴 FB， 要特别帮她宣传，要帮大家把这个影片推到让10月13号的时候，大家都到全台湾的观众都到戏院去看，好不好？好，那我们掌声，谢谢，谢谢，谢谢导演，谢谢各位战士，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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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不会很漂亮啊！我们会在外面要拍照的可以来哈。OK， 好，他很乐意跟大家拍。谢谢大家，谢谢谢谢。10月13号啊，全台上映。拍照的可以到外面的立牌去跟奶奶拍照，然后我们现场有准备贴纸，大家可以索取哦。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我是说那个时候，对，辛苦了。然后呢，一直在记录，然后在剪接上，然后我就当做那个拍照师，其实也一个麦子拍，然后什么，好，来，快，在这边呢。